兰花开花多的秘密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今天刷到我你就赚到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开花秘密，今天就免费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大家。记得先点赞收藏，想要兰花开花又多又壮，准时给它簇花是很关键的。每年到这个时候正是兰花最佳的簇花时间，这个时候兰花在进行花芽分化，很多花友都错过了，只是定期给它浇浇水，随便施点肥，没有给它进行簇花动作，到最后开花只能开一两朵。想要开花更多，一定要多做以下的这些动作。先把兰花表面的土壤去掉少部分，让整个兰花炉头露出三分之二，增加光合作用，也不能给它阳光暴晒。同时用点高磷高钾的水溶肥喷一喷，包括叶片，每个月一次，连续几次后就能有效促进花芽分化，到了开花期，开花后就会变得更多了。